大家好，我在加拿大苏黎世的中心地区。过一会儿我开车走 King George Highway，到 White Rock。那个，我把这个沿线的街景和风景给大家拍一下。下面我们开始出发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拿大的苏黎中心地区，今天呢开车去一下，一加美边境的一个小城啊，White Rock。现在是在苏黎中心地区，可以看到右边呢就是这里一个著名的橄榄球队的一个训练营地，BC Line 训练营地。现在左转到 University 路上。啊，我现在左转到 University 路上。苏黎这几年就是发展很快，很多的建筑工地在施工。现在来到十字路口，104街的十字路口上。前方左侧呢，就是苏黎中心的 Central City Shopping Mall。左侧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 Central City 的 Shopping Mall。现在来到了 Old Yellow 这个路上，右手呢是苏黎荷兰 Park。前面上方是横穿苏黎的轻轨线 SkyTrain，然后我们现在右转到 King George Highway 上。好，现在来到了 King George Highway 上。叫这 Highway 横穿整个苏黎地区，向前一直开，可以开到美加的边，加美的边境上。目前加美边境还处于关闭状态，
仅供就是少量，一些就是特许的一些运输进行通行。前面是96街，我们要横穿过96街。那个96街左侧是树里的一家医院 ，Surrey Memorial Hospital。右边呢，现在这个右手边是一所中学，伊丽莎白中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Bear Greg 社区，前方88街，这一带是 Bear Greg 社区。那么这个地区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园，叫 Bear Greg Park， 里面很多的植物、花草，夏天开花非常漂亮。右手边呢，前方右手边有一个社区 ，By Greg 社区的一个小的购物中心。右手边有一家小旅馆呢，连锁旅馆 ，Best Western 旅馆，这个是一个连锁的旅馆，加拿大很多，叫 BW 这个牌子。然后过了前面是80街，进入到树里的牛顿社区。
顿社区是苏里地区一个挺繁华的一个社区，很多的大型购物中心，像 Superstore、Costco、Kennedy Care， 在这个社区里头都有他们的分店。右手边就是 Costco 购物中心，然后这个左侧这个购物广场里头 Superstore 就在这个购物广场里头。我们要穿过72街，这一带都是牛顿社区的中心地区。现在我们就离开了牛顿社区，前方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城郊结合部了，现在就要行驶在郊区。加拿大国土面积非常大，人口但是非常少，几千万人口，也就是两个中国大城市的人口，但是它的国土面积好大好大。绿化的非常好，现在可以看这个公路两侧都是非常漂亮的绿化带。再穿过62街，这一段路高速路的限速是70公里。
到了红绿灯，这个是和高速路 Highway 10的一个交叉路口。Highway 10通到 Delta 地区。现在过一所大桥，这个视野非常开阔。现在是在农村地区了，周围有很多的农田、农场。这里农场农作物非常丰富，有蔬菜水果，非常的新鲜。它只有就是夏季春天开始播种，冬天呢它这个土地然后就休耕了，没有进行就是二次轮作。前面这个有一个农场是专门养蜂蜜的，就是卖蜂蜜的，养蜂啊卖蜂蜜，就是右手边这个。
就快要进入到 Vlog 市区现在已经来到了 White Log 市区，这个左手边很多这个 car 卖汽车的这个 dealer 经销商。加拿大小城市啊，就是没有高层建筑，全是这种小矮房、小楼房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幽静、舒适的一种感觉。现在就进入到 White Log 市区了。